各位兄弟姐妹，我们度过了四旬期，在这期间，我们体验到生命中的各种困苦和磨难，正如当初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在旷野中40年，特别在最近这个病毒疫情的情况下，大家都深深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生活的困苦，但同时我们也体验到主与我们同在，他陪伴着我们度过了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困难。现在我们进入圣周，以这个主光荣进耶路撒冷作为整个圣周礼仪庆典的开始，请大家祈祷。天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增强我们的信德。我们今天手拿圣旨，欢迎基督凯旋进京，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使我们靠基督为你结出善功的果实。他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当他们临近耶路撒冷，来到靠近橄榄山的贝特法特时，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立时看见一匹拴着的母驴和跟他在一起的驴驹，解开给我牵来。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们，他们就会立刻放他们来。这事发生是为应验先知所说的：你们应向虚拥女子说，看你的君王来到这里，温和地骑着一匹驴子，一匹母驴和小驴驹上。门徒们就去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了。他们牵的母驴和驴驹来，把外衣搭在他们身上，扶着耶稣坐在上面。很多群众把自己的外衣铺在路上，还有些人从树上砍下树枝来撒在路上。前行后随的群众喊说：赫沙那于达卫之子，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颂，赫沙那于至高之天。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轰动，说：这人是谁？群众说：这是加里勒亚纳扎人的先知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现在我们要返校耶路撒冷的群众向耶稣欢呼，平安地列队前进。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为使人取法谦逊的榜样，令我们的救主取了人性，接受十字架的苦行，求你使我们服饮基督坚忍的教训，分享他复活的恩惠。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唯一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恭读《以赛亚先知书》。吾主上主赐给了我一个受教的口舌，叫我会用言语援助疲倦的人。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
叫我如同学子一样静听。无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抗，也没有退避。我将我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把我的腮转给扯我胡须的人。对于侮辱和唾污，我没有遮掩我的面，因为无主上主协助我，因此我不以为羞耻，所以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因我知道我不会受耻辱。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Oh, yeah.
攻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耶稣基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马窦所记，无主耶稣基督受难时。那时候，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便审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答说：“你说的是。”当司祭长和长老控告他时，他什么也不回答。于是比拉多对他说：“你没有听见他们提出多少证据告你吗？”耶稣连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以致总督大为惊异。每逢节日，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愿意释放的囚犯。那时正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名叫巴拉巴。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巴拉巴，或是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原来他知道，他们是由于嫉妒才把他解送来的。比拉多正坐堂时，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你千万不要干涉那义人的事，因为我为他今天在梦中受了许多苦。”司祭长和长老却说服了民众，叫他们要求巴拉巴，而除掉耶稣。总督又向他们发言说：“这两个人中，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对他们说：“那么，对于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我该怎么办？”众人答说：“该钉他在十字架上。”总督问说：“他究竟做了什么恶事？”他们越发喊说：“该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见事毫无进展，反倒更为混乱，就拿水当着民众洗手说：“
对这义人的血，我是无罪的，你们自己负责吧。全体百姓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至于耶稣，把他鞭打了以后，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内，召集了全队围着他，脱去了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色的外裳，又用荆棘编了一个辞冠，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芦苇放在他右手里，然后跪在他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随后向他吐唾沫，拿起芦苇来敲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去外裳，又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出来时，遇见一个基勒乃人，名叫西满，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名叫哥尔哥达的地方，即称为苦篓的地方，他们就拿苦艾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只尝了尝，却不愿意喝。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就拈阄分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的头上安放了他的罪状牌，写着说：“这是耶稣，犹太人的君王。”当时与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有两个强盗，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路过的人都摇头辱骂他说：“你这拆毁圣殿而三日内重建起来的，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天主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司祭长和经师与长老们也同样戏弄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他既是以色列君王，如今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他。他信赖天主，天主如喜欢他，如今就该救他，因为他说过，我是天主子。”同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这样讥诮他。从第六时辰起直到第九时辰，遍地都黑暗了。约莫第九时辰，耶稣大声喊说：“厄里厄里厄玛撒巴达尼，就是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站在那里的人中有几个听见了，就说：“这人呼唤厄里亚呢。”他们中遂有一个立即跑去，拿了海绵浸满了醋，绑在芦苇上递给他喝。其余的人却说：“等一等，我们看是否厄里亚来救他。”耶稣又大喊一声，遂交付了灵魂。请跪下默思片刻。请起立。看，圣所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自开，许多长眠的圣者的身体复活了。在耶稣复活后，他们由坟墓出来，进入圣城，发显给许多人。百夫长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人，一见地动和发生的事，就非常害怕，说：“这人真是天主子。”
各位兄弟姐妹，今天圣知主日，我们想起当初耶稣怎么样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在古时，君王骑着马威威风风的出去，通常是要去打仗，但是如果骑着驴子，就表示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所以耶稣是以和平的君王的这个身份进耶路撒冷，而当时群众夹道欢呼赫沙那赫沙那，意思是上主拯救。然而过了几天，当耶稣被捉到公议会的时候，受到当时的宗教领袖的怂恿，同样的群众却突然间喊说：“钉死他，钉死他，钉他在十字架上。”当初夹道欢呼的声音跑去哪里了？刚才所听到的耶稣受难时里边，也听到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过程当中，他深知耶稣是无罪的，他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犹太人的领袖想要借刀杀人，可是他衡量权益，自己的政治地位，自己的身份，罗马的这个总督，最后他还是打了算盘，说这个就算不关我的事，我洗手，他们要怎么样就让他们怎么样吧。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一心一意的就是要定耶稣死罪，他们一点也没有想一想耶稣所宣讲的道理是不是来自上主的福音，他们一点也不管耶稣的所作所为怎么样给群众带来了天主的福音，让病人痊愈，让贫穷人听到喜讯，让在生活中悲哀的人得到上主的安慰，这一切他们都不管，他们只认为耶稣的存在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权势地位，因为万一有什么作乱的情况，那么罗马人一生气派兵来颠压，那么他们自己的这个权贵的势力可能就受影响了，所以他们只是从这方面去考虑，根本就不管真理，根本就不管什么是圣善的。在整个受难史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信勒来人西满默默地帮助耶稣背十字架，另外有一群妇女默默地跟着耶稣直到加尔伯烈山，陪伴着圣母，陪伴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以及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百夫长的最后一句宣言：“这人真是天主子。”在他们几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正面的回应，我们听到了喜讯，
兄弟姐妹们，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回应天主，如何回应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圣知啊，一般上圣知主日的时候祝圣圣知以后，大家高高兴兴的拿圣知回家。今年因为特殊的情况，我们比较少量的这个圣知，但是还是有一点，未来大家有机会，你们愿意，我们会把这些圣知放到教堂的正门口，你们自己随意的来拿，或者帮你们的朋友拿。不过拿这个圣知回家，目的是什么？通常我们就把圣知挂在这个门框上面，做什么用呢？辟邪，给自己带来什么好运？不是，我们要想起当那些群众夹道欢呼的时候，他们是迎接耶稣墨西亚，他们是这样子的高呼赫沙那，上主去来拯救。却当我们把圣知放在门口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外人、对我们的邻居、对任何经过我们家门的人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一家人是接受、是欢迎耶稣的一家人。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按耶稣基督的训诲去生活的一家人，这是我们信仰的标记，这是我们信仰的宣言。那么这样子，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的以言以行去活出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来，这样子我们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耶稣的门徒。那我们真的是那些喊着赫沙那欢迎主的人，而不是后来偷偷的溜走的，或者甚至于高喊钉死他、钉死他的那些群众。愿主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宠，让我们能够很好地活出我们的信仰来。现在我们一起来宣发我们的信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父之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班却比拉多之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祭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庆崇，同享光荣。他前自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传自使徒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我们相信耶稣圣名的力量，现在我们因着耶稣的圣名向天父祈祷。主，
求你使我们因默想耶稣的苦难，增强抵抗罪恶的力量。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主，求你恩佑罪人诚心回头改过，转向基督，获得宽恕。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主，求你赐教外人知道，基督死于十字架，是为爱一切的人。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热心参与圣周礼仪，尽心环抱天主的大爱。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主，求你使我们脱离这新冠病毒，使我们能够自由地朝拜上主，并在爱和侍奉中建立团体。我们也为病患者和前线人员、医生和护士祈祷，求主治愈并保护他们和他们的亲人免受伤害。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天主，你愿你的圣子遭受十字架的酷刑，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请你赏给我们重生的恩典。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受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天主，求你因你圣子的苦难宽恕我们的罪过。我们的行为虽然不配，但愿我们依靠你的仁慈，并借你圣子的祭献，能与你重归于好。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基督清白无罪，却甘愿为罪人受苦，代犯人受刑。他的死亡除去了我们的罪污，他的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和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Thank you.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心得的奥迹，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无主教和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父玛利亚、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血统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祝神父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居家的信友们，你们现在可以省领圣体，渴慕耶稣来到你们的心中。请大家祈祷。
上主，我们饱享了你的圣宴，你借圣子的死亡，已使我们对所相信的永生有了确切的希望。恳求你赏赐我们因他的复活，也能达到向往的天乡。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现在我们有四项报告。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没办法来教堂，所以也没办法，有这个为这个圣文圣会的收捐。但是他们给穷人的服务，在这个时候，更加的迫切需要，所以请大家慷慨解囊，没办法用这个收捐的方式，那么你们可以用，这个电子转账的方式，把你们的捐款寄给圣文圣会的总部，那么总部会按照各个堂区他们的贫苦家庭的需要，再把这个经费能够拨款，所以请大家能够慷慨解囊，能够按照这个偏好输入，然后做你们的捐献，谢谢。同样的，慈善周我们教会所办理的这个慈善事业，在新加坡有很多个项目，那么因为我们没办法很大规模的这个分发这个信封，所以请你们也能够想办法上网，然后通过他们的网站来给他们捐助，或者有经过教堂的时候，你们可以拿这个他们的这个慈善周的这个捐款信封，然后呢把支票或者现金能够如果是支票可以直接寄给总部，如果是现金可以透过堂区的秘书处来替你们转交。那么我们新加坡天主教委员会我们在也停办了很多的这个活动牧灵工作，但是我们也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特别是网络的方式，继续给信友们提供服务。那么你们愿意支持教委的这个经费各方面的，你们也可以用电子转账的方式来资助教委的各项电子的这个服务活动。那么请大家注意，圣周除了今天的圣知主日以外呢，我们有还有三大的这个瞻礼。圣周是这个主的晚餐，星期五圣诞节，然后星期天晚上复活前夕的这个复活庆祝，所以我们的上网的时间呢，是请大家能够注意，星期四是7点钟，星期五是下午2点钟，星期六是傍晚6点钟。那么这个复活前夕的弥撒，也就相等于这个主日天的复活弥撒，所以请大家能够注意，那么也把这个讯息带给其他的信友，让他们能够通过线上来参加这三大瞻礼。那么那些愿意领圣资的，你们后来找机会能够经过教堂的时候，就教堂门口，你们可以自由的领取这个圣资。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降福你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弥撒礼成，传福音去。感谢天主。Bye.